我曾见过徐文强，我曾见过武大郎，我曾见过唐三藏，我曾见过牛魔王。我曾徒步去月亮，嫦娥教我打麻将，我曾跑到太阳上，直起架子烤全羊。不是我跟你吹，我家鸡有三条腿，一脚能把蛋踢碎，绿豆被他踢爆飞。我说话你也别吹，我家狗去过南非，他跟狮子去约会，每晚枕着我入睡。请如来佛祖。腊月二十三啊，我就没上班啊，天天吃完就是睡，我抽的老旱烟啊。谁不想挣钱啊，我穷得直冒烟啊，可这疫情没完没了，他还蹭蹭吃饭饭啊。我的那个小心肝啊，他长得赛天仙啊，我想跟他生小孩，然后摆个小地摊啊。我穿着个破坎肩啊，我用着绅士衫啊，算命先生都说我这回是上上签儿啊。睡够每天起床第一句，今天努力搞钱去，干啥都可以佛系，唯独搞钱要尽力，要想生活美滋滋，搞钱才是硬道理。 Money 我要 Money， 我要更多人民币。有钱的时候身边有很多朋友，叫吃饭叫喝酒， K 歌烧烤继续走。没钱的时候兄弟姐你都拖着走，图金钱为利益，各自都为了人民币。成兄弟到知己，都说自己最强义气，落了难各自飞，没人认识你是谁。天天都为钞票愁，不知何时是个头，车贷房贷还要糊口，每天累得像条狗，几乎全年都无休，可怜八零九零后。我是宋朝的，宋朝街上的，名叫武大郎，开了个烧饼房，因为长得帅，烧饼就卖得快，街坊邻居都夸我是这一代的高富帅，生意做大有了钱，我就遇到了潘金莲，我拿出存款买车买房，他才进洞房，我真有点高兴，他就遇到了西门庆，从此两人合起伙来把我气生病。大郎，起来喝药。哎呦我的妈！